赵家的人。啊，赵国兄，你死得太冤枉了。何佐，大胆司马卓然竟敢直呼本王爷的名字，圣旨在。你来晚了。来晚了。何佐，陈少普本应在午门正法，可是你竟在四杯亭内滥用私刑，皇法何在？我就是皇法。何佐，你这个灭绝人性的狗东西。哼，杀。大道理叫我一生学做强人，叫我当人不让坚守本分，培养勇敢的心。还没有打穿呢，不管是千次还是万次，我也要打穿。那就快点打吧，等一会儿分值做完了早课，看你这个样子，那就糟了。干嘛不看好他呢？全都让你吓跑了。哎呀，鸟啊掉下来了。嘿，哎，小心了，小心。不要怕，我会照顾你们的。僧池来了。身为僧人，胆敢杀鸟吃？五老大师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！你们还敢抵赖？我亲眼看见你们在这杀鸟，说什么又肥又胖，吃这个就半饱了，对吗？对，我们是说过，但我们不是杀生，我们是救生啊！嗯，啊，你们杀鸟也成救生？本僧只得要看看你们怎么救法，拿出来。五老大师啊，每只都活着，这鸟窝从树上掉下来，我们看他们孤苦无依，恐怕他们会饿死，所以我们才找了又肥又大的虫子喂给他们吃，这可是救生，不是杀生了吧？也是杀生，小虫不是也有生命吗？小鸟吃了虫也会死吧？哇，这是生物，那也是生物，小鸟不吃它，那不是饿死了吗？这生危不救，生先亡，以生救生，亦是生亡，
这怎么办呢？练功了。无漏大师，我们要去练功了，您佛法高明，这个就交给您处理了。走，回来。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快，不行啊，师父等我们练功呢，您瞧着办吧。走。见生为不救，生先亡，以生救生，生亦是亡，我该怎么办？哎，还是救大不救小吧。哎，志明，你的脚铃还没写下来啊。我们去救生来着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去救生了。是，整天湿嘟嘟的，快去练功。大伙儿用点劲儿，快练。好小子，你敢偷袭我？您身上有条虫。还闹！师傅，真的有条虫啊。我没骗您吧？你还不能杀生啊？这个还算杀生？无漏大师讲的。无漏大师，去练功去，大伙儿见面。走，不要杀生，你又杀生。啊，对，我忘了，是我的错。还是无漏大师说的对呀、啊？对什么？对。你们务必要谨记，练功场上步步是道场。再练。志明为什么老是练功这么狠呢？司马燕姑娘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我们在京城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贺索王爷准备做大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准备混进京城，寻找机会。是是。
功啊。不像在练功啊，好像在发冷。师父，师父，您生病了。你们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偷看的？没有，师父，我们以为您在练功啊。我出来练套拳，把寒气逼出来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！比你们还练得这么棒啊！天不早了，睡觉去吧。师父，我们上山采药给您吃吧。哼，傻小子。我们练武之人一点小病就吃药，那算什么？去睡吧。志明，你还没练够啊？不抓紧练功啊！明天的比武能赢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洗澡去了。师兄，练完功了。对呀。好极了，好帅呀，还不快去洗澡。
你们快点吃吧。大家多吃点，我们前方呢也得有力有气才行。对，志明啊，你能吃那么多吗？啊，吃多点，我们供房会更有力气吗？一个人把馒头全拿走了，其他师兄弟吃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我这是傻瓜，快拿上来给大伙吃。是，师傅，这个是孝敬您的。师傅，一个馒头十分劲呢、啊。师傅，好吃吧？还不快给大伙吃？哎，师兄们，快吃，快吃！来，你的，你的，好吃吧？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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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因为拳房与棍房禁忌切磋之日，成为增进双方弟子练武之兴致。若能夺得场中之比，以一斗米为食，谁能在白布上先写佛字为胜。复方需替本寺挑水15天，若在10限之内均无法完成，则为和各挑水10天。大家准备，
人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司马彦来信，他已经上京城了。上京城？什么事？就是为了重出掌权的贺索王爷做大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司马彦太冒险了。他性格太倔强了，他这一去不成功必成仁。法人大师，那我马上把他接回来。来不及了，赵薇，你马上上京，暗中相助。我希望他能平安的回来。是。出不来呀、怎么会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？全靠我故意输的啊！你们用飞鸽传书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有所不知啊！不知什么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是啊，凭你们那点功夫，能担什么大任呢？师傅，给我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哎，这是塔林圣地，你们搞什么鬼？师傅，我们没搞鬼，是为了贺寿。贺寿？你祖宗过生日啊？不。是河南提督要挑选京城贺寿团，我们就凭师傅你教的功夫被选向京城舞狮贺寿。对了，好啊，能上京城放个屁也能为祖宗争口气嘛，还来烦我干嘛？可是师傅啊，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啊，所以请师傅你教我们几下绝招啊。是啊，师傅你的好。好好好，看着啊，枪咚枪咚枪枪枪啊，枪咚枪咚枪枪枪。哎，给谁贺寿啊？贺寿王爷。王爷是不是退隐多年的贺索？对，这次他重掌大权，全国各地的组团为他贺寿啊，所以我们河南这次也组团去啊。师傅，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要杀、师傅，你要杀我们？我不是杀你们，我还有15天挑水的时间。好，我替你们去。Thank you.
山提督统领特献高空事务，敬祝王爷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。好。Fight!
此来不是给我来拜寿的吧？奴才是真心来给王爷拜寿的，可是给金毛贼混进来了。是啊，混进来，这么说你们两个也是混进来的了。王爷天主在上，小人是皇上御赐的。奴才抓不到刺客，要你们的脑袋搬家。奴才该死，该死！这些毛贼是来自南方，谅他们也不会走远，只要四方堵截，全城戒备，一定会把他们。奴才听着，让给我全城戒严。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可放走一个。这你啊，你想出卖我啊？我会出卖你？我不跟你说，快走啊！你们这些男蛮子恩将仇报，我没救你的恩。别再来了，我不会输给你们南派的，我也不会输给你们北派的。你看，快跑！哎，我一定，你看，看我。
什么？我没有输给他，我没输给你。上街！快封门！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赵兄，谢谢你一路相救。这是法仁大师的安排。我叔叔，这次没有杀着老贼，还牺牲了那么多兄弟，我真应该死去投地。司马炎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以后一定有机会的。哼，贺所这奸贼还真机警。什么机警？哼，机什么警啊？要不是你挡着我，我早就宰了他了。哼，谁叫你去杀王爷的？我杀王爷要先告诉你们吗？那你还啰嗦什么？不许我说话。别吵了。好汉，我们怎么称呼你？我叫丁玲。丁玲？丁玲？你的名字好奇怪。怪什么？那你叫什么？我叫赵薇，他叫司马。哎，就叫我司马吧。司马。有人来了。哎，真倒霉，我们的货可不能放得太久啊。就是啊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伙人，那么大胆，把王爷府搞个天翻地覆。说的是，现在市往南去的路啊，全都封了。哎，还不知闹到什么时候呢。就是说，喂，快点！糟了，南方的路全封住了，怎么办？跟我走，跟你走。走吧。回家呀！不行，我们正在抓刺客，任何东西都要检查。哎呦，娘要检查呀！好，检查就检查吧，快点检查！检查！快查呀！快点，你们快查呀！给我拦住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找死啊！不是，是我的羊不听话呀！快停下来！哎呀，我的羊跑了！站住！快停下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停不下来了！你们这些当官的把我的粮都给吓跑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是你自己打走的。哎呀，这是官字两个口啊！你们把我的粮给吓跑了，还冤枉我！我的嫁妆全靠这些羊了，现在羊跑了，我的嫁妆没了，你们得赔我，赔我羊啊，赔我羊！不赔我，今天我跟你们没完了！赔我羊啊，赔我羊！叫什么？啊，赔我羊！哎，我不管你们赔我嫁妆，我没嫁妆我就嫁不出去了，没嫁我了，撵走，把撵走！赔我羊啊，赔我羊了！就不走，你们不赔我羊，我就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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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走，你们赔我羊啊，赔我羊，赔我嫁妆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真缺德！疯丫头，快搜，走走！你来了啊，好险呐！丁玲，你出的馊主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我们买那么多的羊，钱都花光了，还要我们好辛苦。辛苦不辛苦，怎么能顺利过关呢？你真不讲理。来，讲理的，以后怎么办？以后继续扮羊啊。怎么办？总有保安。对了，你扮羊，我来赶。你来赶？你眼睛那么大，眉毛那么粗，嘴巴那么宽，你说你像吗？怎么讲呢？好，我来赶。你来赶？还可以。哎，不过你的口音不对呀、啊，谁都听得出你是南方人了。哼，你是存心想整我？哎，赵薇，算了吧。哎，饿不饿？饿。饿又怎么样？哪有吃的？说你死脑筋就是死脑筋，想办法吗？有你吃的。吃啊！吃啊！你吃、啊！哭！不怕啊！
留了很多钱。没事，周围怎么办？先到那边老大。后面有追兵吗？没有，去看看。这屋里没有人，你先进去躲一下，我去接应赵薇。好的。哎，你的伤？我自己来，你快去吧。是个追兵呢，原来是个逃兵啊。哼，逃兵，哼，总比半羊在你屁股后头爬好啊。这回啊算你动对脑筋了。嗯，他呢？他啊，在草屋里啊。哎，等一等。哎呀，没有人追啊，又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觉得这位司马他好像这个好像没摸过牌。哎，我没有。你乘人之危对他轻薄，一个女孩子让人摸过，叫他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哎呀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，我背着她骑在马上。站住！哎呀，占了便宜还装蒜，我怎么会占她的便宜呢？我是个出家人。出家人？出家人怎么会大开杀戒？我是为了报杀父母之仇。啊，我父母之仇？是，可你杀人如麻，人人都可以食其肉，饮其血，杀之而痛快。对，这次失败，下次一定能成功。嗯，玲玲，你在哪儿出家的？我是嵩山少林寺棍僧，指名北少林。哦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我们是莆田少林寺的俗家弟子，他本来叫司马彦。哎，那你们是不是要赶回南少林？是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。现在条条路路都被封死了。哎，我们试试走水路。好啊，走。哎，瞧你们两个样子。跟我来。好，逃得好，居然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一再溜走，这证明他们功夫了得。看起来他们已经安然南下了。我们已经把路全部封锁了。退账！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掉。啊！我也是。我只羞耻，我倒要亲自去南方，看看他们是否有三头六臂。备船。休息一会儿吧。喂，你脚扭了？没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司马彦，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带脚铃？我从小就带上的。从小就带？是。是我父母给我的。那你父母呢？哎，还用问吗？父母要在，那就不用报仇了。我这次不单为了报仇，还要找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跟我带一样脚铃的人。如果是个女的，我们就结为金兰姐妹。要是男的呢？就结为夫妻。那不是指腹为婚？是，是我父母定的。志明，志明。
天漩涡，团团围着你，好像照亮我，小河流呀流呀流，忘不了你的诗，我去去小河没事、哦。谢谢你们替我盖上。不谢不谢不谢。现在我不冷了。人家不冷了，快拿回去吧。天快亮了，你们早点歇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还不走？是嵩山少林寺棍房主持，是人，是人大师。你突然来这儿，就是为了治名，破坏少林戒律，私自下山，方丈怒不可遏，我领发旨，抓他回去。师父，我这次下山是为了……别说了，我早看出你有报仇之心。志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何时了？难道我们的血海深仇就让他算了吗？哦，原来你们是同道的。对。我们要杀贺所这奸贼，为父母报仇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莆田少林寺俗家弟子赵威、司马彦。南少林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师父，我们这次行刺失败，被贺所一路追杀到此，弟子想送他们一程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行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师父，那他们……你们赶快从水路回莆田吧。到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走，此地不能久留，走吧。走。在上，本寺僧人是人，管徒无方，任其闯祸，责任最重。弟子知罪，愿意受罚。
顾念你多年来护寺有功，仅命你带领十二名棍僧以苦行护送无漏大师前往南少林，领发旨。方丈大师，事由我起，责任应由弟子一人承担。志明，你还想去报仇？弟子不是为了报仇，只是谨守少林武术精神，仅报匡扶正义之心。在佛祖面前还敢狡辩？想当年你娘逃寺托孤，虽经三世七正皈依我佛，但你还跳不出三界五行，仇恨之火不灭。这次私自下山，本应逐出山门，唉，念你年幼无知，俗世上无所依靠，罚你面壁三年，以静心垢。方丈大师。阿弥陀佛。走。进去吧。知道了，不就是面壁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快走。当年又怎么样？我怕呀。你说他们有没有道理啊？要我对着这个破壁啊面壁三年。不要碰坏我的画像。哎，这画是你画的？当然是我画的。哎，你画错了。哎，我哪画错了？哪画错了？不是，哎，你乱画了什么？哎呀，你画什么你啊？啊，你哎，哎呀，你打我！我不是打你，我要打醒方丈。大胆！哎，这是我的练功图。练功？啊？乌龟？对，少林寺有那么好的武功，不能锄强扶弱，不是变成缩头乌龟？哎呀，哎，这是佛光普照，济世为怀呀、啊。因果不分，何来佛光普照？这算是？当然是面目无光。哎，苦海慈航，普度众生啊，这对了吧？啊，哎呦，全淹死了！既不能以杀夺生，何以度人？对。大师，你叫我还俗啊？对，你有这么大的志气，应该去还俗啊。不行，我自小在少林寺长大，少林寺就是我的家，我怎么可以离开呢？不行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和尚啊，刚才发了那么大的牢骚，又毁了我多年的心血，老衲还以为你要我给你指点迷津呢。大师，弟子还有一桩心愿未了。哎，不听，什么心不心？哎，这是我指腹为婚的信物。哎呀，和尚怎么可以娶媳妇儿呢？你这段是妄缘。妄缘？善哉，切莫误己误人呐、啊。大师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了，贫僧愿再犯戒，助你偷出寺外。偷出寺外？赶快把事情办好，立刻回来。多谢大师。上面能出去吗？要是出不去，我能面壁九年吗？多谢大师。
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王爷已经等了三路了，他再不回来，我们通通要杀头。是。少林高手如云，我们轻易进去也是自找苦吃。那怎么办？先去报告王爷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为什么不抓他回来？混账东西！王爷息怒，奴才不敢妄动，因为南少林里面个个都是武艺高强。武艺高强，比我还高吗？哼！各所这奸贼寻南路劫杀，务必要斩草除根。赵薇，这次你舍命相助，保护了司马家的后裔，老衲感激不尽。大事严重了。小徒虽是苏家弟子，但谨记祖庭遗训，匡扶正义。何况司马彦是巾帼英雄，令人敬佩。赵兄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夸奖我了。没有夸奖，是真的。你再说，我就更惭愧了。不，你是当之无愧的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快到南院去换衣服，免得引起怀疑。是。快去吧。是。风雨就要到少林寺了，二叔，是不是贺锁会追到这儿来？是的，我们在这儿会连累南少林遭受劫难，我们快走吧。另外大个西海滨都来一个啊？你说什么？嗯，他讲拉松爬个，我来问你，你从滨都来的呀？啊。嵩山少林寺啊，嵩沟修冷旗啊，喂，嵩山修冷旗啊，快通知举旗啊。小林交出来，我叫你离不开南少林。拿去吧，告诉他，这个林跟他的本是原配的一对，可惜，这林，这是你的吗？你就是在朝夕等待的人。是你不好，太大意了。他是怎么混进来的呀？你是怎么搞的嘛？你真是太糊涂了。哎，不要责备他，都是你不好。快把志明找出来。是。
志明为什么会在一起？你知道，快讲。五楼大师，一定出事了，快找他们。啊，法人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大师，司马彦，司马彦，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司马彦呢？大师，快去江边救他。大师，大师，快去江边。这是什么船？好像是官船。要杀就杀，我说的。坏了，司马彦给抓到船上了。快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去救他！船已经走那么远了，你能追得上吗？司马彦在船上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放心，赫索暂时还不会杀他的。那怎么办？动动脑筋嘛。跟我来。本王爷就不用再牵挂你们了。你想杀那两个南北好汉，做梦去吧，只有他们取你的狗命。有办法了，有什么办法？你看这段江面很窄，我们可以在江口堵住它。来，这里有很多竹筏。
里，把整条船团团围住，你要亲自送他们去见爹娘。查上吧！你的北派功夫也不错嘛！王爷，快走啊！走。
废世制。凤凰涅槃，尚可重生。去见吧，休想！永远不忍去。